用来比几几间唔知啊，落去天后来食就排袂出来哦。啊，简单，所以你煮就带落面条筋，哦，就是安尼。筋分皮肤顺气汤，哦，啊，所以意思讲哦，咱人哦有十二条筋咯，哦，一边一边啦，哦，这边是阳，那边是阴啦，啊，再加这两条，一条叫任脉，啊，一条叫督脉，哦，所以咱一个人十四条筋咯，啊，所以筋络一定爱啥，爱柔嫩，你筋络啊硬，你著。